Go to the 机场 ，good good good。你是要土鸡还是要白骨鸡、黑骨鸡？王老师，我要放生的乌骨鸡。我这个要求比较高一点哦。他跟我同时，我吃什么他吃什么，他身体就很强壮。以前只是吃狗食，还会腿软。人当猪养，闹钟。嗯，有声音。